在把数位典藏计划里面。那过去今年去年因为那个国科会整个预算删减，所以整个数位典藏计划解散。那其实整个故宫的计划全部合理数位化，那我们不能把直接把数位典藏计划所有的内容，包括台湾生物多样性、故宫所有的库的计划都拿来这边。那个也是法规问题要慢慢解，不能马上解。那个以现在政府经费支持这些数位典藏开发出来成果，理论上它 own and use， 如果将来要卖钱的话，有收入的话，或是这个知识财权，我们那时候为了鼓励研究单位加值运用，把这个权利啊，大家开始摆在学校身上。那学校身上现在最糟糕的状况是，就是学校或是研究单位拿了这些 own and use。但是让他在那睡觉，所以他自己工作方面不能用，因为理论上照过去法规讲，这个政府支持的研究计划做出来成果就是研究单位为主。所以我现在跟国会讲说，我们要去想一个这个状况，你拿在手上几年如果都不用，政府就让他拿回来，那就开放。但是如果研究单位在马上做完，马上就自己拿去加值运用，他有优先权，现在是法律上。但是我们有一个刚刚讲说，几年之内你不用，我就把你拿掉重新释出。这个我们再想办法做这方面。好，那谢谢张政委的回答。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第二阶段这个座谈会的这个形式哈。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领台人。那除了刚才已经介绍过的张政委之外呢？第二位是中央研究院资讯所和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合并的副研究员张廷瑞博士。今天为什么会邀张博士来？因为他的单位哈那个发行了一个小手册，叫《长治于民：开放政府资料的原则与现况》，所以我相信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提供给政府。那第三位呢是和配科技的总经理，曾经担任台达电子云端技术中心资深处长，以及 Google Platform Architect 翟本乔博士。第四位呢是这边应该其实不太需要我们介绍，那么他吧，好，那非常知名的 Pro Hacker 啊，那是开放源码计划 SDK 创始人，那同时是现在很多人在关注、很多人在参与的 G0B.TW 计划发起人张嘉良先生。OK， 那我们刚刚也听了张政委讲了很多哈，那我想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政府现在开放资料，刚刚讲5项跟50项嘛哈，那除了营养的问题，那除了营养以外，还有就是正确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某一笔出来的资料是正确的？那它没有经过比方讲像刚刚不断谈的这个私家登录，它其实是有插头去伪的，就是。包括厂房型太多或太低的，它会除掉，那其实就没有完整呈现成的不动产交易的这个 landscape。那我要说，在这方面，张政委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资料的正确性，或者说不正确性，大概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很单纯的人为错误，一个就是在收集过程或是在整理资料过程里面的方法。那个政府机关要做开放分 data， 其实公务员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刚刚讲的资料正确性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会不会有法律责任。所以在法规上面我们参考国际案例，是给政府机关这些人先免责。那免责以后，他们心理上比较没有障碍以后，其实接下来就是要受制动心。像这个刚刚讲的不动产私家登录，其实是有数字的，是弄错过了，但是然后印象报纸写过一次。这个需要外面来找茬，就是什么欢迎人家来找茬。那第二个就是方法的问题，方法论其实比较专业，比如说统计学里面是不是去头去尾啊，是通常都是比较常用做法。那个所以在方法这边，我觉得如果这个外界在使用的资料中对这个方法的这个收集过程有这个疑问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团队，比如说统计的这个理论来讲，或是房地产理论来讲，你像那个去头去尾，统计上是合理，但是你到底去多少？它10%砍掉很多，对不对？那你要砍掉多少？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公共利益时代性，他们两部他们如果是单纯错误，单纯错误就是直接一改一改，那如果是方法的这个争议呢，我觉得就是需要专业这些分析师帮你解决出来，反正我想政府就是从上努力去改。OK， 好，那既然是需要专业意见，我们当然要问最专业的这个庄教授，对于这种资料的处理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那个为什么资料的旧系统体，其实技术层面的话，就是说释出资料的这个资料本身格式的 schema 是不是有确定好？如果你每一个属性它的属性形态，然后指的范围等等，那所以这个还有资料的格式啊结构上面的这个确认，这个如果是用 SML 的话，这其实都有这个技术上的标准嘛，这就是资料的查验的 validation。那比较有趣的是说，如果你有大批的资料是需要释出的话，这个常态性的工作在这个释出流程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化的作业方式，然后这个作业的方式是不是有效益的，这个是可以比较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天要释出供机器可以录取的资料，那这个怎么样做到有效率？那资料资讯其实一方面我不是那么担心的，因为如果政府资料公开供大家使用的话，大家都有机会去知道这个资料是错的，但是如果政府不公开资料的话，没有人有机会去知道那个资料是错的。 OK， 谢谢。那对于这个资料的使用，当然现在看到主要恐怕是两个力量，一个商业力量，一个社群的这个假分线力量。那我想说，是不是就请戴博士谈一下，从商业公司的角度，就说要做政府要做到什么程度，商业公司才会觉得有这个动力愿意投入？那怎么样才会做到？我想，这个资料的应用啊，其实跟任何一个机关、团体、公司要建立它的资讯系统程序差别不大。第一个是你现在知道我有什么资料。所以刚刚张总也讲，我觉得说五项啊、五十项啊，我觉得这是量的问题，重要是值的问题。第一个，你先把什么 list 公布出来，我政府到底有什么资料，把资料库的名字跟描述全部公布出来。不要说五项、五十项，就是全部。这一点，各机关你只要去清点，你到底有几台电脑，每台电脑里面有什么资料库，你就很快就可以做到。然后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回应了，我要哪一样，我要哪一样，我要哪一样，投到最多你就先公布。关联有组织，不像我们像到底哪一个优先不知道啊，政府自己不会知道，民众知道。然后第二个呢，那公布是第一个，你先公布 schema， 你的 database， 你的 data 到底有什么 schema， 里面到底有哪些 field， 这时候公布出来，你还没有公布内容，所以没有组织的问题啊。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讨论了，说，这个 schema 到底对我有没有用？那里面的 semantic 到底对我有没有用？同时呢，有哪几个 field 可能侵犯隐私，所以你要把 nest 起来之后才能够公布等等。那借由社群的力量来做这个回应。那等到这些做完之后，大家同意说这个是需要的，而且是可以公布的，那下一步就轮到公布出来了嘛。那而且呢，请千万千万就只要公布 raw data， 不要做任何 processing， processing 其实都留给人家去做就好。你也不要说发包给谁做一个网站来 present 这个 data， 对不起 ，presentation layer 不要做 ，application layer 不要做，政府通通不要做，政府只要给 raw data， physical data link 到这个阶段就可以了，media access 到这个阶段就可以，上面全部交给你们来做就好了，你只要乖乖的把资料库交出来。这个资料库内容到底是不是有用呢？那很简单，我资料库我全部上 Google 找一遍，如果已经外面找不到，它就是没用的。那就是外面找不到的资料才是有用的。那这个学界其实可以写很多论文嘛，就是说这一个资料库它的 information content 到底有多少 bit， 它的 information density 到底是多少 bit per terabyte of storage。比方说。我可以是一个，比如说我公布刚讲的那个地址啊，那网上全部找得到，那电话簿全部都有所以它的 content 是 zero bit 那同样的一个 application 有没有用？我可以说我把这个 raw data 处理完之后，剩下多少 data， 但是它的 information content 还是一样的，表示我这个 extraction 的动作做得很好
啊，那本来是100个 petabyte， 我浓缩之后只要一个 terabyte， 我就能够提供同样多的 information， 就是 data。大家如果有看过我 Facebook 写的文章，我知道 data 跟 information 中间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的。那这个就是可以用来评断有没有用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谢谢。好，谢谢。现场讲到所谓政府的 schema， 是这个受苦最多的恐怕就是 GDP 研究大会，是不是请高亮先生谈一下这方面有关 data 的这个输入啊、处理啊方面的一些碰到的问题？刚才在德文讲非常好，那其实我们就是 GDP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处理这样不同的资料，包括比如说要提到十大登录啊，或者说立法院的议案啊相关的这些东西。好，那但现在其实蛮少资料是有很好的 schema。好，那但是政府现在一开始先解决的问题，主要可能是 licensing 的问题。好，那这个部分其实解决的话，就是说它用起来比较不会是一个灰色地带，好，比较觉得可以真的做一些应用。那轻易这些资料，其实因为大家这些技术人员也还不错，所以不是问题。但是就如果说像大家就是说，这个政府的东西 schema 现在定出来的东西的话，那是大家省掉很多其实做这些事情，可以做更多的价值应用，或者说更营养。就是更好的一些呈现之类的。那其实还有一些是说，这个资料的需求有些时候不是我们用比较偏资讯的人来看的需求，可能和一些和关注某些社会议题的人要结合起来去使用这些资料，所以这些 feedback 要怎么样纳入他们的，就是说我真的需要这个资料，然后可能有资讯这边相关的人说这一份资料它其实它的 data 是什么东西，然后可以从哪边收集出来，所以整个这个第二个 request 来说是谁要起来才比较正常。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开干就对了，就反正有什么就用什么，然后用到的时候就自己想办法做出来的。讲到这个，就刚刚听起来就是对于政府的 open data feedback 听起来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已经 open 了，我们要怎么 feedback， 另外是还没有 open 的是其实大家可能会有需要的，那这个需要怎么 feedback 回来。那刚刚这个张政委有提到说研讨会是可以接受大家 feedback， 可是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跟研讨会联络吧，那有什么窗口，那什么形式可以真的会有力量，那是请张政委回应。我印象里面那个 data.gov.tw 就可以在网站上面直接可以提的，不然就是直接透过社群管道，像我们或是我们那个人事圈还有手，这个属于音乐，就是我想非常灵通的管道都可以用。所以我也可以写音乐给他，绝对可以。我的 email 就不是音乐。OK。那刚刚其实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蛮重要的，高亮提到就是这个 license 的授权的问题。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看到是我们这个，我事先有开放 Google Moderator 让他提问啊。第一名的问题是什么？是说目前许多政府机关有自己的 Open Data 网站，各个格式和授权，有的并不符合 Open Data 的标准。那将来资料是否会集中在 data.gov.tw？ 那授权条款会不会统一？那如果会的话，何时会实现？那个 data.gov.tw 是 portal， 我们并不禁止各个国会自己有一个 open data 网站，那那个平常自己管理起来比较方便，不要什么事情都跑到那个口里面去。但是基本上 data.gov.tw 是一个 portal， 可以从那边应该可以连到所有政府，如果自己有这个 open data 网站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标准呢？标准现在我们是特别知道说那个 Open Data 几颗星嘛，对吗？那个我们现在是要希望大家弄出来是升到三颗星。那个至于说是不是全部都到四颗星、五颗星，我们要看外面的需求，因为资料格式整理过来还是要花钱。刚才虽然说 Raw Data Open 出来就好，现在的 Raw Data 都乱七八糟，不是乱七八糟。都在不同资料库里面，有的这个用 Oracle， 有的用什么，都是这种 commercial database 里面。没事，你给我一个 copy， 我全部都会。那所以这个要真正弄到不管是哪一个新程式这个标准哦，其实也还是花点功夫的。那个我们会挑优先的，外界需求优先度高的，先把它的这个 data 部分整理成。当然，如果是有人愿意用 open source， 或是这个义工的力量来做，我觉得大家可以会后或怎么样，我们让兜一兜，弄成一个 volunteer group， 然后我们把这个 group 跟我们这个资料转换的这个工作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路。
其他变授权的部分。授权呀。GDB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哦。对，那其实我们有一个 data 的 GDB 跟 DW。因为现在data是由 DW 的 DW request 问题是说你是等于 send 一个 email 过去，然后并不是说所有人都看到说现在哪些人已经到了什么资料，那些data request ranking 是什么。那所以data GDB 它其实是一个 Q&A 的网站，你可以上去问说什么资料在哪里。那有些人可能是已经 scrap 好处理好资料就把它贴在那边，那没有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 template。 那就把那个data GDB 跟data GDB 连起来。有有有，因为电脑会有很多电脑会有很多。那刚刚那授权问题，也许我可以补充一下意见，就是说，其实政府很多部门的资料它是没有权利的，就是说它没有著作权利等等这些限制。其实我们要期许的是政府它在资料释出的时候，它可以做一个没有权利的、没有使用限制这方面的一个声明，好，那让大家可以这个自由的使用这样子。好像有一个 open government。data license， 对，那美国的那个国家档案局就可以，那不知道政府知不知道这个 license， 那有没有研究过是不是可以使用？老实说还没有，不过这是一条新的概念。像这个的话，我是觉得说，还是个案，就是每一个 database 它可能都有不同的 license， 但一定要谈研究些顺序。那其实到底什么部分有什么资料，就开个 moderator page 嘛，让大家来投票嘛，说大家最想要的是什么 data， 然后张总就可以拿着这个 list 去 K 那个部会嘛，说大家都要点资料，你要不要把它拿出来，你说有的是授权问题，来我先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一定要个案，那就有优先顺序，到底谁的先啊，一次看到800个资料库，你不知道哪个先最投票嘛，然后政府就可以照顺序 K。这听起来很像是 GDB 里面基本 GDB 会去做的事情。其实上面有一些我觉得蛮基础的，就是说那蛮说现在已经有障碍，就像一些国土测绘相关的东西，因为它有另外的法规去规定它去收费，还有一些不同。那我觉得，可是这个是就说啊，你说县市的 border 好了，这个东西的资料，其实是你要做统计或一些呈现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公开出来有资料，其实licensing 的问题。另外，它其实那个话题怎么讲？就说像比如说有些县市它的那个边界是会重，就是说不是共用，就你有一个点可能属于两个县市，或是属于两个县市。那但是这些 feedback 我们其实都有就送回去啊，可是处理上面很多还没有，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流程。那就说其实我觉得需求这边蛮明显的，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加速的话。那这个其实 moderator 上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当政委有要求各部会交50量资料，那交出来跟没交出来的有什么奖赏啊？那个我们是打算在年底，这个大家会交以后，在行政院院会会做个统计报告，然后我觉得这是各个部会首长在院长前面的面子问题啊，应该大家都会很注意准备吧？再换几个下来不是吗？政府公民治理或者是说公民参与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想很多人是比较期望说公部门能够释出能够苛责于这个部门的这些资料，不是比较寻常的民生用途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释出的这些资料呢，可以让公民用来爆料不知道说原来政府的行政效率或者是说他的资料收集品质不好，我觉得这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觉得他就是成功。事实上资料的 quality 也是看观点不同，比方说你要讲的县市边界重叠，如果是我要管理土地财产的话，那的确是不好的 data， 但是我如果是要来评量人测量人员工作绩效的话，那是很好的 data， 它重叠就表示他工作绩效不好，所以同样一笔 data 里面的 information 到底是什么，是看你 extract 的角度不同的定，所以如果 data 出来最好，请他千万不要做任何架构。我们可以想出800种不同的 application。那我稍微要把题目转一下下，因为刚刚在讲都是政府的开放资料，那其实刚刚在不限于政府
那我想说请那个庄教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些资料除了政府以外也是值得开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因为各个组织跟个人他愿意开放什么资料，这个就是看那个组织跟个人的需要。然后我明天其实会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个人有一些收藏媒体的话，这些资料要释出的时候，在公社资料这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公社资料如果完整的话，就是让机器或让别人非常容易查到你的这个资料。然后我的重点可能不是在于说哪些资料要开放，而是说你应该如何来开放你的资料这样子。那我自己在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G01年提到过，就是热血社群啊。那不知道热血很好，或是很难持久。那不知道这个G01这边对于在推动的时候，像未来的期望是什么呢？对于整个社会，你觉得说烘焙坊将来，你认为它，你希望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Costco 蛮持久的嘛，对不对？八年，对啊。然后好像都还是职工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看到 GM 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 Open Source Project。然后 Open Source Project 里面开始热情，那我觉得其实一些商业模式或者说使用 Data 某一个 Project 要去募资去做一些加持应用，这个都是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就说你可以想象 GM 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有点像一种 Open Source 运动，它是一个运动。OK， 所以就是说这个热情是看参与的大家。如果是 Costa 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发展更久。那如果说就我们觉得政府没有什么需要监督的这些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关心这些事情。好，那对于社会整个影响，其实我觉得 OpenAI 或者说 Transparency 这件事情，其实是说我们现在进入算是资讯社会嘛。资讯社会 OpenAI 在资讯社会其实是民主价值的呈现。因为以前可能是反正投票就是民主，那现在就是说投票之前你的这些资讯，你取得是不是一个 unbiased 的资讯？好，那这才是比如说在这个资讯时代的民主价值的呈现。好，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说，那我知道就是说行政院有在讨论，就是像之前电信法或是这个数位会有相关，有一些可能有一些 censorship 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和 OpenAI 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可能就要多考虑一下。那个电信法我退回去了，所以就这种意思了。那最后一个来自听众的问题，我们这个问题是从 Twitter 跟Fred 来的，那退回去最多的，他说非正式的就是SCHEEINFO 这位网友提的，他说是对，他说非正式管道的流水是华人社会的通病，走后门底关系，这个显然是他不太喜欢哈。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 issue ticket 都开放？比如说，比方讲我们 feedback 的时候，这 feedback 结果是指我 feedback 每个人都看得到，而不是只有主持人收到，然后只有我知道其他人。这个各位来宾，那个现在官说啊，理论上都要去那个政风室登记，登记完以后看政风室里面放着 open data。不过各位也知道说，其实真正是比较官说不去政风室登记，能达到效果不知道，但是至少就政风室收到的资料能不能open data， 我觉得是有可以考虑。那个资料就是要被大家检视，对不对哈？但是。公告这边跟实际上 lobby 这个是不是有同时效果里面是那样是 OK， 所以我们剩下最后的大概一两分钟，我可能请每一位主持人给一个简单的结语。好，那我请张秀。我跟在座很多人其实过去都认识，但是今天大概是我第一次正式跟这么多人社群互动，那对我很多改变，就是说对，志工去来做一些资料整理啊，或是去邻居那边啊，所以我在强调的是说，所以我刚才也讲重点说，我们希望跟这样实物创业是在做的话，我们现在会把在做这个社群的力量放这里，所以跟这样这种过程里面也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只靠传统的说我手上做什么，事实上这个志工的力量也是非常可观的。然
他们从今天这个背后开始，我们规划一些这个运动方式，请大家多多进来帮忙。今天这场非常好，然后就是也在这边跟几位相关方意见。那我觉得，如果政府开放资料，尽可能开放，就是说能够促进公民参与，然后公民治理的这些资料，然后比如说环保署的这个环境观测的这些即时资料，那这个对于这个整体的环境评估啊，对我非常有帮助。然后我知道环保署已经正在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有利的，非常欣慰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 OK 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OK 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说今天是说政府 data OK 出来的，反方向的是政府怎么运用社群的力量 open 进去。好，像刚刚讲到的说，政府到底优先做什么，开会做 moderator 拉投票，然后要对政府有什么建议，你要开公听会什么的，何必你就上 Facebook 上 Google Plus 然后叫他发表意见，你政府就来看就好了，还开始公听会啊，哪那么麻烦，还要叫 TCA 建言，叫云端产业协会建言嘛，那都不必了。他们的建言是可能就社会大众意见的千万分之一而已。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开始提倡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工作，是政府怎么 open your ears， 到社群上听大家的意见。谢谢。那个我就讲一句就好了，就是说不要问说为什么没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做或者什么，先承认就是没有人，没有人就是那就是欢迎大家参加去的一个活动，然后下一个会员上。对，我们这个是